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今天我们有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 Miss Lin。大家好，我是林老师。我在2019年的时候，开设了我的 YouTube 频道 Mandarin with Miss Lin。目标是希望教大家最自然、最真实的台湾华语。那大家可以在 Podcast、IG 上找到我。或是可以加入我的课程，跟我学更多。然后，谢谢 Cecilia 老师今天邀请我来。耶，太棒了！对，你们一定要去看看 Miss Lin 的 YouTube。我自己就是超喜欢她的 YouTube，因为她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然后很丰富。特别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没有在做，就是比较中高阶的内容。那 Miss Lin 的内容呢，就是一定可以帮助到你。好，一定要去看看。那呢，Miss Lin，我们今天要来聊天，对不对？对，我其实看到你给我的那个题目，我有点担心，因为已经太年代久远了，那个是15年前以上的回忆，所以我尽量。好，没问题。OK，好，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要透过聊天的方式，然后来跟大家介绍台湾的校园生活。那我们特别是要来跟大家分享那个高中的部分。好，那因为在台湾的这个教育的环境跟方式，我觉得跟很多国家都不一样，特别是跟西方国家比起来的话，又真的是超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第一部分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学校一天的行程，天哪，准备好了哦。OK，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高中一天的行程，我觉得有分。如果你是高一、高二、高三，那个生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高一的生活一定好比玩、较轻松，轻松。对。那高二就，我已经知道学校在干嘛了，怎么运作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时候，高二最棒是不是？对，参加社团，然后交男朋友、女朋友，然后认识很多人。对，那高三整个就变了，因为有考大学的压力。真的压力超大。对，所以你的社团活动停止，然后你的一天。我记得我高三到最后，每天都是一直念书、念书、念书、念书，准备考也是，试，准我也备是考试。有点对对对，多然后对，所以你问我说一天的大概是怎么样的？来，我们先从就是学校的开始的时间好了。你记得你们是几点一定要到校吗？到学校？等一下，石倩老师，我想问你，你是哪一个高中的？哦，我是新竹的光复高中，然后我是私立学校。哦，好，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念的是台北的学校，我是公立的明伦高中，哦，我知道，没错。你知道吗？知道啊，对所啊。以私立跟公立的气氛制度，我觉得有点不同。觉得有不一样嘞，虽然我没有什么接触到公立学校，那这样也更好，我们可以就是比来互较相一下。分享一下。对对对，那你们是几点要到学校？几点哦？老实说，我已经忘了，但我记得是好像第一堂课是8:10吧开始，那然跟我后们一样。哦一样嘛。然后早上就是因为我们明伦很开放，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因为台湾的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早上8:10第一堂课，然后在那之前就在学校附近买早餐，然后悠哉的有吃点好轻松的早餐，感觉哦。对对对，拉雅汉堡，然后欧阿米耍，然后就吃，对，然后跟朋友聊天，然后如果说今天有要考试的话，
那我们就说，哎，你念了吗？哦，没有啊，什么的。开始第一堂课以前会有那个早自习，对不对？对，早自习。所以早自习高一的话，如果不是考试期间，前考试前就轻松的聊天，吃早餐。OK 吗？早自习可以聊天吗？可以哦。可我们可以耶，我怎么印象我都在，还是我都在聊天？我真的忘记。对啊，有时候听音乐啊，然后真的真的，因为跟我们的很不一样哎，因为我的是升学班，就是特别就是要念书，对，当然完全不同啊。对，然后所以我们的早自习的意思就是 morning like self study kind of like that， 有点像这样子，就是你要自己利用自己的时间。那因为第一堂课通常都会考试，所以我们就会在早自习的时候赶快看书，对，然后基本上好像没有人在聊天。然后呢，我们是不是也有那个什么升旗这个文化？学校文化就是升旗，升旗是多久一次啊？升旗啊，好像是我记得是一个礼拜一次，好像是这样子，对不对？对对，升旗，嗯，升旗大家知道吗？升就是 to rise， 旗就是国旗 flag， 所以大家就要看那个旗子升上去，然后唱国歌，对，唱两首，唱两首哦。我们好像要看时，有的时候，哎，对啦，两首，对，就两，说的没错，一首是国歌，一首是国旗歌，国旗歌，对对对，然后都没有人在唱，都没有人在唱，我来唱。都没有 murmur 这样对对，不过那个时间我觉得就大家就是站在那边，然后就无聊耶、欸、对，很无聊，听校长或是学校的人员在公布事情，对，然后大太阳很热，然后其实很舒服，差不多，然后有人还会晕倒，对，所以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学校还蛮体谅的，就说啊，今天同学太热了，那我们就赶快讲完，然后就让你们走，这样子。好了吧，对，然后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出去，再有一种移动的感觉，新鲜空气了，所以不然一直在教室这样很闷。然后我们早自习完或是升旗结束以后，就回到教室开始上课，然后上了几节课以后，我们会吃饭，我们的午餐时间。那 Miss Lin，高中的时候，你的午餐是怎么解决的？午餐哦，午餐大部分时间是带便当。哦，记不记得我们都有个便当袋？然后，就是我们家前一天晚上吃的东西，对不对？然后爸爸妈妈就帮我们装进便当盒，我们就把那个便当就带到学校去蒸，对，一定要热，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蛮特别的，就是台湾人都喜欢吃热的，所以我们的便当也是热的。那我记得以前我去那个加拿大游学的时候，我的 homestay 的妈妈她就帮我准备了那个三明治，冰冰冷冷的三明治。我那时候超想哭的。哎，你那个时候是冬天吗？那时候，我应该是对。但是我就那时候就是看我的同学们，因为都西方人，他们都是吃很简单的沙拉啊，然后那个什么，对，对，什么三明治。然后因为可能是文化差异，所以我就那时候特别想念热的菜，炒面炒饭。可是对，所以呢，我们在台湾说就是都会吃热菜。好，那我们吃完饭以后会有一个午睡时间，对对，午睡时间是怎样呢？就大家吃完饭以后就开始想睡，所以我们就要这样趴在桌子上睡觉。对，其实现在想起来真的很不舒服，好不舒服。然后呢，我们就继续上课啦。那继续上课完以后，就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打扫时间。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打扫时间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要负责打扫的区域跟地，就是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嗯，对。那所以打扫时间到了，大概下午三点，下午对，就开始自己打扫扫地，对对，然后会有音乐，对不对？会放音乐，对。然后这个时间大家就是开心的打扫。对，没有人很认真的，没有人很认真，可是我们很认真的，因为我们还有什么整洁比赛啊。哦，整洁，对，而且因为自己的教室如果打扫干净，其实很舒服，比较舒服。嗯，对对对。然后我这个我后来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嗯，对，就觉得说，哎，原来自己弄脏，自己要自己处理，对，自己处理，对对对，对嗯。哎，那你们有就是你自己的工作结束以后，你要找就是卫生股长检查这件事情吗？我们有啊，有啊，有啊，哦，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哎，我打扫完了，来 check 喽。对对对，哎，那个我打扫好了，对，就类似这样子，没错，哎，好的，然后打扫完以后就继续上课吧，对不对？那你记得你那时候都大概几点下课吗？好像高一的话正常就四点半吧。嗯，后来高二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变五点半，是不是？好像就是会越来越长。对，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加课，所以就变六点半。是有这件事情，有加课这件事。对，那就是到高三的时候，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会有晚自习。刚刚前面说的是早自习，然后现在是晚自习，然后我们会一直念书，念到晚上九点。哎，我可以问你，为什么你当时会选择升学班呢？那个叫做，其实它那个叫做普通班，然后别的部分都是职科，就是有点比较像是专业科专业的，对。但我觉得在台湾好像大部分的爸爸妈妈都还是希望小孩子去念就是升学班。对，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普通高中还是？对啊，普通高中。普通高中，高中是有分普通科跟什么英文科，或是那是用车子的那叫什么？我忘记。反正就别的，就是可能是哦，所以是高职跟高中是一起的。对对啊，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我的话，我们高中明伦高中是没有什么，明伦高中就是普通的一间高中。台湾的学生其实大部分的上课时间都还蛮长的，我这边有查。他说日本、德国、加拿大大概六个小时，然后美国、英国、澳洲6.5小时，法国、南韩8小时，可是南韩大部分可能8点以后还会去补习，一直到10点，然后中国、北韩9小时，台湾是9.5，平均好可怕，对，好可怕哦，好可怕，对，所以台湾的学生很辛苦的。在高中会有教官这个生物，那可以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教官是做什么的吗？教官听起来有点可怕，对不对？好像有一个哎，从军队的长官来学校，哎，怎么会这样呢？要干嘛？军装，对对。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有讨论这件事情，哎，国中没有教官，为什么高中就有呢？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学校的答案是说，高中的男生可能很皮，对，所以需要有教官，来帮忙压制，这有点恐怖，对，但就是可能老师他可能就负责教书，所以如果有一些复杂一点的问题，教官就帮忙，所以当时我的感觉是。教官人都超好的，他们都对女生很好，然后他们就对男生非常严格，对，很严格，对，所以我觉得对青春期的我们，
你知道，就是青春期那时候就很调皮啊，然后男生女生我们就开始抽烟，开始想要骑机车，对不对？所以教官他就扮演了个黑脸的角色。黑脸，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有叫什么课啊？我们还要学，就是叫什么军训课？军训课，所以这个就对，所以你就还要去学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的什么对知识。对啊，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什么拿那个步枪这样子很重，枪有啊，有去真的去射击耶，有对不对？对，有去射击。但是我觉得你们教官可能比较好，我们的教官，真的我们高中的时候都不喜欢教官，因为教官他都会来检查，就是你的服装仪容，我们会有服仪检查这件事情。那以前我们的高中是不能染头发，也不能化妆，女生不能化妆。现在好像可以，现在好像没有规定，以前有法镜啊什么的。那我们学校还蛮严格，可是我呢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小女生，因为我都会故意把我的裙子就是改很短。哦，我知道。哎，等一下，你还改吗？不用改啊，你就把它折，一直折，然后教官来了，马上这样子放下来，对，就变超长。你们以前会不会就是发考卷的时候，老师就会说谁谁谁几分，谁谁谁几分？我们会直接说分数，就在全班面前，好可怕。可是我跟你说，我好像，我记得好像高一的时候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好像到高三还是什么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就是被禁止。对，而且我们以前的那个排名。因为我们会有考试排名，就直接放在后面的公布栏，然后谁最后一名都看得到。哦哈，通常只会公布前十名吧？还是全部？过分哦！也只想看那个最后一名。对，断考之后你会去哪里玩吗？KTV 还是唱歌？对。你们也是吗？对，我们就是几个好朋友这样说，耶，就是断考结束去唱歌。然后平常的娱乐好像那个时候有什么东西特别流行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无名小站那个东西。天哪！我们真的是同一个世代的，同一个世代的。对，好可怕哦！大家知道无名小站吗？无名小站就像是。现在的怎么说，脸书吗 ？blog 有点像说 blog 的感觉吧，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写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也可以贴照片，对吧？有点像脸书，因为你也可以加人，差不多这些的娱乐吧，或是拍贴之类的。哦，拍贴，对，拍贴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个。他是来从日本来的那个拍照的机器，然后你可以跟你朋友一起，然后他会有很多 filters， 就是好玩的滤镜什么的，应该叫滤镜吧？那对，然后我们就会很喜欢一起去拍贴，对，这是高中的下课的日常。欸，你会去士林吗？会啊，超爱去啊！士林就是我们的人生，就是晚餐的时候士林，我们都在那一带啊。嗯，当然，对，很开心，真的开心的高中回忆啊！那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可以有 Miss 你来跟我们分享她的高中的生活耶！谢老师，好，对，那 Miss 你最近也在忙你的课程 update， 那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课程？对，我目前有三个主打的课程。依程度来分的话，初级的部分，初级到中级就是 conversation training course， 主要是帮助大家会话口说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TOCFL 考试，这个生字的课程，所以就帮大家准备1000个生字 TOCFL Band A 的生字。然后第三个就是 Level Up Complete Program，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中文更进一步变厉害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一定要去看看哦，各位。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Miss Lin， 下次再见喽，拜拜。